那这是我们整个道路的一个动画，起点的话是从台二线跟台二线跟台二乙的一个路一个交叉口，然后台二乙呢是以隧道，另外台二线呢是以高架的方式来通过，然后沿着红树林走廊往南继续延伸。那这边都是平面道路的一个方式在行动在进行往南继续延伸。那其中呢，我们还会碰到树莓坑溪。那树莓坑溪的话，我们是考虑防洪的要求，我们也是用高架桥的方式来跨越。那福利墩也是完全福利墩一跨跨过去。那至于这个是基督书院路段，基督书院路段的话，是因为它的路幅受限，所以我们是在台二线上用立墩的方式，然后跨过我们的基督书院路段，再跨过我们的关渡大桥匝道的路段。那在跨过我们的捷运之后，以地下道的方式穿越我们的中央北路，减少我们这个路口的一个拥塞。那最后呢，是以高架桥两个车道的方式来跨越我们的立德路。